可以选这个 web camera 网络摄影机，然后在 video option 这边点一下，记得把最下面一个 enable time lapse 就是缩时摄影把它打勾，然后调整 view in 一秒拍一次，你可以一分钟拍一次或一小时拍一次，设定完毕再按 OK， 它会告诉你拍缩时摄影的时候没有声音，确定。接下来直接按录影，它就会用缩时摄影的方式录制这个画面。那结果会放在那个我的文件等我的影片里面，有一个这个 debut 这个目录，也是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我的影片里面有一个 debut， 它会放在这里。